出现了吧？点赞爆棚！谢谢大家。我名字叫陈志远，我今年5岁，我今天要给大家表演古诗一曲《二三里》，和有趣的成语。好的。现在开始有趣的成语。一心一意，二话不说，三五成群，四通八达，五颜六色，六神无主，七上八下，八仙过海，九牛一毛，十全十美。现在开始古诗一句二三里，一句二三里，烟车四五家。亭台六七座，八九十枝花。谢谢大家。我的中文名字叫张宇和我想唱送别。哦，好的。晴结束了吗？结束了吗？画完了吗？画完了吗？画完了。好的。我叫蓝心丽，我今年5岁。好，你要表演什么？我要表演一个歌曲。歌曲。好，开始吧。